秦书记，真对不住您。您看，这一会儿没看住，让同学给打了。小孩子嘛，哪有不打架的？那您哄哄他，我先去上课。好，您先忙。如意，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和小朋友打架？不是我打他们，是他们打我。那总得有个原因吧？因为我说他们穷。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你虽然挨了打，但是起因是因为你说错了话。妈妈要批评你。别哭了，以后不再说伤别人心的话，好吗？如一，进去上课吧。记着喊报告啊！嗯，报告。如一，秦书记，您走了。来。你们俩怎么在这儿站着，不去上课呀？是被罚站了吗？因为什么呀？打架。是跟黄如一吗？是。刚才我跟如一谈过了，是他先说了不好听的话，我替他向你们道歉。你们俩看着眼熟，是谁家的孩子啊？哦，是金满堂家的，对吗？对，嗯。好了，回去上课吧，跟校长说，跟阿姨谈过了，校长会让你们上课的，好吗？记着喊报告。报告。报告。